其实李玉堂的不是我啊，是田馥甄同学。我昨天去什么地方？哦，我去松原。松原别馆，嗯，但是在山上碰到了狂风暴雨的打击，我就被困在山上，动弹不得。但是也是个难忘的体验。好，那呢就提醒大家，那边可以买专辑。等一下上台的时候呢，麻烦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场的叫号顺序，依序的上台。白胶唱片听说现场已经是抢购一空，所以呢，不管你是在白胶唱片上来签名，还是这个大橘宝宝上来签名，都特别小心保管好自己的专辑。那么上台签完名离开前，请务必留意要核对数量正确再离开我们的现场。那另外呢，等一下这个签名会的进行流程是呢，阿关会做一个简单的开场，请馥甄上来跟大家聊聊天，聊完天之后呢，会请这个 Hebe 呢背转身跟全员的大家来拍一个大合照，来拍一个大合照。所以届时呢，请大家把你们手上的专辑，请麻烦借给我们，让这个官方摄影师呢可以拍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全程请务必要佩戴口罩哦，全程务必要佩戴口罩，在参与活动的时候也要戴口罩，上台签名更要戴口罩，因为我们的这个秋冬防疫专案，明天，不对，12月1号就要来开始正式的启动，到时候这个出入八大场合都要戴口罩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好吗？好，那请各位呢，这个再稍微等候一下下，听说Hebe 已经在前往这儿的路上，所以呢，稍后不多时，他抵达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马上呢让田馥甄跟大家见见面。有人从高雄上来的吗？有啊，你们干嘛行程的复刻人家啊？你们一样从高雄到花莲哦？哦哦，什么？哦，在高雄念书，然后从高雄上来花莲参加签名会。哦，我以为你跟Hebe 一样，啊，你也是坐飞机吗？哦，没有。好好好 ，OK， 那大家等候一下下好吗？然后呢，如果你有那个朋友住在附近的话，赶快 call 他来，好不好？机会难得见哎，可遇不可求啊，所以呢，不啰嗦啦。还有从台北来的吗？哦，各位口袋真的很深哦。还好啦，还好啦，花莲没有很深哦。快别这么说了，我是普通生啊，但是比起 Hebe 差一点啊。好 ，Hebe 最深，深不可测。我大概排第二，啊，你们就排第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好 ，OK。好，等一下下喽，等一下呢就签名会正式开始。See you later， 谢谢。是谁？啊？应该是那个哈，搞的球。
有去打字。再见过笑哦，你还是要再见过笑。白痴。再等等，等下就到了。FM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FM。久等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一起来参加 Hebe 田馥甄最新专辑《无人知晓的田》签名会。今天呢，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也很高兴，老天爷给了一个
稍微的空档。你看蓝天出来了，听说田馥甄好像气场很强大，有他在的地方听说都不会下雨。在台北的话是签完他离开才搂喉，是不是？果然啊，女神不愧是女神啊，太厉害了，果然是先知啊。所以呢，现在从左边到右边，从前面到后面，大家准备好了吗？不啰嗦，马上请出馥甄本尊，让大家好好的膜拜一下。好啦，欢迎田馥甄。耶、yeah! ！嗨，来来来来来，不啰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大家好。哎、欸，我刚刚听说你的气场真的很强大，是因为你真的是一个晴天仙子啊。不好说是不是？不好说，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欸。但是就是至少我们第一场。在台北场跟今天的记录都是好像我出现就刚好雨停，你看，对啊，蓝天白云，蓝天跑出来了，是，所以希望呢那个老天爷呢把这个运气借给我们，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顺利圆满的结束，大家呢不要淋雨啦。对啊，大家辛苦了。哎、不过说真的，我一定要问一下哦，之前这个在高雄场，我觉得那个歌迷好幸运哦，可以看到两大女神同台。哦，你说昨天前天？对，礼拜五、那个Jolene的演唱会。我觉得，哎、欸，我们觉得歌迷真的是赚到了 ，feel goddamn good 啊！哎、欸，所以你觉得，而且你们还一起唱那个那么夯的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哦，还好没有背错，因为那个对电影名声跟歌名很像，就是你跟我啦。嗯、对呀、啊，所以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那天你们这个同场这样子飙完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啊？很开心啊，嗯、真的哈、哦。所以你就那天在那个九令身边，你有没有觉得，哦呦，姐佩姐真的是，哎呦，艳光四射。有啊，就真的很可爱啊，跟你一样可爱啦，你也差不多可爱啦。她真的很可爱，真的哦。不过就让大家这个意犹未尽的演出，今天很感谢你，就立刻从高雄就来到了花莲。对，昨天还去那个鲤鱼潭走了一下。对呀、啊，我真想问你，花莲很不错，像这个地方也很不错，舒服啦，就也可以晃一晃啊、然后有绿色的草地啊，对，我觉得规划的很不错。对呀、啊，昨天在这个鲤鱼潭雨中浪漫的读书，感觉怎样？有没有觉得仙气又提升不少？就觉得书商很可怜，因为下雨书都有点湿湿的、QQ 的。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有机会这个 Hebe 可以常常来花东走动。对啊，花东自然风景很美。昨天在那边虽然是下雨，我觉得下雨也有下雨的美好。虽然就是有一点地板有点泥泞，可是因为旁边周围都是山嘛，然后就有山岚，我觉得看上去真的很漂亮。哎、就是很像水墨画哦，很美的感觉，浪漫。所以有机会可以跟那个在地的花莲粉丝可能收集一下一些好吃好玩的必访的景点。对 对, 对，大家应该要那个赶快 at、我现在是来不及了嘛。哦，对对对，有机会你可以偷偷来啦，可以，我可以偷偷微服出巡一番啦。对呀、然后我觉得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种花东地区的粉丝，今天有很多人是从外地来这边参与你的见面会，那有台东来的朋友吗？有吗？啊，真的耶，嗨，我们那边也是。对啊、台东也很美，或是一首歌就是在台东的海边拍摄的。我觉得花东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花东真的是一个会让大家觉得说那个吸收了饱饱的满满的能量回去再继续努力的地方。对，福地。真的是。所以你要跟他们讲话吗？花东的粉丝啊，他们都等你等很久了。谢谢大家，因为就是自己个人的专辑其实真的是第一次到花莲，然后就是抱着希望这一次好不容易出来的第五张专辑，谢谢大家的喜欢跟支持，所以就是希望到北中南东边也可以照顾到，然后很开心透过这张专辑终于来到花莲了。所以希望不啰嗦了，下一站要前往哪里？下一站是下个礼拜12月5号，台中跟高雄，12月6号在高雄。接下来可能12月份，也许有没有台东的场次啊？应该不会。我在挖洞给你跳啊。还好没跳下去，还好我没有这个冲动。如果你要去台东，务必通知我。我去台东务必私下通知你。对，我先去那边等你。很多很好玩的民宿啊，什么很有风情啊。对对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有一些台北场有来的朋友，有其他地区的朋友也有来这边，所以我觉得办在这边好像大家也一起透过这个签名会也来认识这边，然后吃吃喝喝玩一下也还不错。
对，跟着田馥甄一起去旅行啦。好，北中南东跟着 Hebe 的音乐一起来旅行，然后呢一起来饱览台湾美好的山光水色。所以今天 Hebe 感谢你跟大家这样轻松的聊聊天，我们要请你是不是可以背转身跟今天可爱的粉丝们来一张台上台下的大合照。好啊，来，有可爱的粉丝吗？是的，有，我最可爱，举手。对，专辑专辑。好，哎，我都有戴口罩哈，好，因为我妈那个提醒了，12月1号开始，真的秋冬防疫专案已经诞生。哎，那个大家好辛苦，那位小姐，CD no，口罩，口罩有吗？口罩戴起来好不好？戴起来，谢谢。好，好 ，OK， 那一边我们对，好，我们就是官方摄影在这边，然后大家呢，这个专辑就先准备好哦，白胶唱片也好，大橘宝宝也好，麻烦请先借给我们，然后呢，请留意哦，全场务必要佩戴口罩哦。感谢大家哈，防疫从你我自身做起。好，都准备好了吗？耶、yeah ！好，来起来 ，Hebe 请就位，纪念一下。好啊，谢谢。好，哎、欸，我们要不要把那个在地的热情释放出来？就说 Hebe， 我爱你。好，不用像我这么狰狞了哈，他就可以说 Hebe， 我爱你，一二三 ，Hebe， 我爱你。有那个爸爸把小孩举好高哦，注意安全哦，谢谢。耶、yeah, ，今天感谢大家的出席，谢谢 Hebe， 让全场有非常美好的画面。好，谢谢 Hebe， 你要走啦？因为天气放晴，好想去玩哦。哦、oh, ，那你明天有工作吗？我明天有啊，就很忙啊，装、oh. 忙。到2020年很需要装忙，因为其实没什么工作、欸。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去那个啦，新北欢乐夜诞城，对不对？对对对。啊、那跨年呢？跨年也会忙，好像是在台北跟台中。嗯哼。所以届时就是留意他的这个和乐音乐啦，留意这个 Hebe 的这个相关的粉丝专页，都会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公告。那你还要跟大家讲话吗？还是你要去准备一下签名了？就都可以、欸。哎、欸，真的吗？你们要想什么啊？这么 freestyle 啊？站在这边要聊什么？哎、欸，那你聊一下，你看完 Ella Show 感觉怎样？我觉得我很感动哎、欸，很感动。就是像，其实我都有说啦，嗯、就是就觉得他倾尽全力啊，对，就是觉得很看到他努力就很感动哦。我真的看到你们在那个生产画面当中，你们站在河岸第一排呀、啊，摇滚区啊，摇滚区哦，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嗯，当时很震撼。哦、对啊，当时我们觉得很震撼、然后没想到他三年后拿出来震撼大家。真的，我这真的有点吓傻，说哇，看起来还好，他是后来自然产有顺利的产下。对啊，就是妈妈们都真的很伟大、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每一个人都是很珍贵的，就是真的是妈妈用，不能说是一命换一命，可是真的是一次生命的冒险、然后得到另外一个美丽珍贵的生命、所以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珍惜身边的人。Ella 放出这个影片的用意应该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吧。对，就是跟着这个 Ella 的这个生命历程呢，可以有一个满满的正能量，然后大家呢就是随时都可以从一个小卡变 A 卡。嗯，好，对对，那我们就不要硬聊了，先来送他。哈哈哈哈哈。其他我们送他去休息，送他去休息。还有你收的好，收的好 ，OK。好，那么呢，我们这边就麻烦这个工作人员，大家做一下这个签名前的准备。谢谢大家，我觉得今天真的来到花莲哦，感觉心情非常的好。好，那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呢做一下这个签名前的各项准备。好，好，那也麻烦这个号码牌1到100号，1到100号的朋友，请带着你的号码牌，带着你要上台签名的专辑，移动到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找工作人员来进行报到跟整队。好，谢谢。好，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样会有一个这个防疫小隔板啊，防疫小隔板，厉害吧？太厉害了。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随时跟着这个 Hebe 售票员哦，要买票都可以，要买火车票啦，买高铁票啦，买电影票啦，演唱会门票哈，都欢迎洽询我们的田姓售票员。好，然后呢，旁边会有一支麦克风，如果你有话想跟 Hebe 说，我们就是那个 Mic Stand 上面的麦克风，你就是透过麦克风跟 Hebe 说哈，因为隔板有一些阻隔，可能大家那个小小声隔着隔板会有一些阻碍，
所以为了可以让这个 Hebe 清楚的听到大家想跟他说的话，我们就请各位呢靠近我们准备的这个麦克风，好不好？哈、哦，好，那一到一百号，请带着号码牌，带着专辑，面对舞台的左手方，来移动一下，做一个整队的动作。那还没有轮到你的号码的话呢，麻烦请稍后一下下。舞台的后方白色帐篷可以呢现场拥有田馥甄的最新无人知晓的专辑，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加入现场的一个支持行列，都有机会呢可以上台跟这个 Hebe 来好好的面对面。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哦，机会难得，而且真的是谢谢老天爷给我们这个一个很棒的小小空档，让大家可以在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好好的上来跟 Hebe 聊聊天，面对面。好，面对舞台，左上，右下。其实想好你要讲出口通道，好不好？好，来，我们这个麻烦左右这边稍微让一下下。那我们这个面对舞台左上签完名，右下的话麻烦这边出口帮我保持一下通道的畅通，好吗？谢谢。进行 Hebe 田馥甄最新专辑无人知晓签名会的一个排队动线整理。首先要麻烦这个号码牌一到一百号的大家，请带着号码牌跟专辑到面对舞台的左手方找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队动线的整理。那另外呢提醒各位，上台的时候呢务必要全程佩戴口罩，同时呢小心 CD 肉的保管哈 ，CD 的这个保管请自己务必要留意。好。OK， 那台上呢备有麦克风，如果呢大家这个签名的过程当中有话想跟 Hebe 传达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利用麦克风。是如果那个大家在花莲有一些厉害的私房景点，有一些厉害的美食推荐，也都欢迎呢可以呢台上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哈，我们都可以做一下笔记，下次有机会啊可以来这个花东小旅行的时候呢，就可以去你们所推荐的地方稍微的走一走瞧一瞧，好山好水真的是一个花莲的最佳写照。所以今天感谢大家，不管是这个花莲在地的朋友粉丝们，还是从外地来到花莲的朋友们，都希望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今天参加签名会的一个美好经验。
次这个伴随 Hebe 呢，在北中南东的四地签名会，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一个相见欢。那之前呢，签名会的行列从台北正式出发，今天这一站来到了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下个周末还有两个场次的签名活动，分别呢是这个12月5号礼拜六会呢在这个台中，进行的场地呢是我们这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国宝馆一楼广场。好，12月6号呢礼拜天则是呢会移动到高雄，场地呢是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的户外展场 W1 区。所以呢，这个关于更多接下来的这个签名会的场次讯息，大家都可以上这个粉专来留意呢详细的时间地点。好，那另外呢提醒大家，现场的这个场地干净还是要麻烦各位帮助我们一起维持。所以呢，如果随身有带来一些垃圾、纸屑、饮料、瓶罐、雨衣，都麻烦在离开我们的签名会场时呢，务必要随手做一个整理，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帮忙维护场地的干净。啊，现在是怎么了 ？Oh no！ 没有关系，因为现在 Hebe 没在耶，他等一下出来，镇住整个场子。哎呦！哎呦！我觉得这边因为这个风很大，云动得很快，所以等一下应该空档就会出现了。好的，我们台上已经准备就绪了。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就麻烦这个 Hebe 呢到台上就定位啦，开始准备来进行签名。嗨，欢迎 Hebe。好，请就坐，谢谢。好，各位，这个无人知晓诊疗室即将开始。那有所有要问事情的，想要开药单的，希望学业进步、考试顺利的，哦，傅征在这边一一的尽量帮满足大家，帮大家解答。那要有话要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洞有点小，那如果您要很私密，不想被别人听到的话，就是可能要稍微蹲低您的身子啊，然后朝向这个，然后突破你的口罩，跟我说你们想要说的话。那如果不害臊的话，其实用麦克风我会听得很清楚，然后就可以跟你做一个咨询跟回应，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一的跟大家做解答，跟大家做一些各式各样的需求。好的，谢谢仙姑。仙姑请坐。好，好，我们呢动工上工啦，咨询室开张。来，第一位患者。来，第一位朋友，第一位 passion。 好，台上请，台上请。来来来，往这边移动，往那个诊疗处所进行移动。哦，从这边上来。嗯，阿弟有话要说。有什么话要说？想要用另一台这个。他小洞，他小洞。要对这边，刚刚有说。啊，太紧张，冲破口罩。啊，为什么？为什么？感谢我们第一位，感觉有没有？本来上来是黑黑的一团，现在感觉明亮了，有没有？他的气场开了，谢谢。来，我们依序，来号码牌。起闭听不到，我只能去吃。你看，这样问。然后我回答，大家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一问一答，我们就不再如此的个人啊。但你想要拥有个人的欢乐时光也是可以的，个人的问答，但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啊。所以，分享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问我说，昨天在花莲吃什么？我吃泰鲁格族的风味原住民大餐，我有吃山羌拌饭。还有吃竹烤竹鸡，然后还有吃原住民的马告蜜茶，然后还有野菜汤，然后还有烤竹筒饭，然后还有吃到烤鱼，野生的烤鱼，哦，还有山猪肉，谢谢，食量好大。
啊，无人知晓的食量啊，非常可怕。谢谢。这样有回答到你吗？好。好，他真心话可说，他没有，这位同学他没有要从小洞，也没有要从麦克风，他身心灵很健康。没事没事啊，谢谢你来啊。大家不要有压力哈，不要有压力，没事问是好事。对，没事就是好事。Yes yes， 你好。他眼神交流，哦，他要跟你十指紧扣啦。好，望你早归。你好。所以是因为那个防疫之下诞生一个有趣的那个，大家的就是隔着隔板可以做一些手指 high touch 的动作。对呀、啊，真感动。这边有一个很好吃的粥，龙虾粥、螃蟹粥，你可以去吃吃看。我问天哈，寡婆来给我一个，这在哪里？啊，就这附近，很大的，我再多找找看哈。好，无名啊，还打龙虾粥、螃蟹粥就会跑出来。厉害哦！继续努力，谢谢。大家上台，先把专辑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呢，就这个麦克风位置，准备完了，收回专辑时再交回号码牌哈。大屁股找到了，不要气。好，谢谢。来，你好。好，来，大家上台，专辑先交给工作人员，之后呢就发言位置，然后呢记得号码牌缴回，然后呢离开时领好你签名的专辑，再离开我们的签名现场，谢谢。耶、yeah。上面的是田姐姐，我想你了，我们也想你，谢谢你们来田姐姐这里，拜拜。OK， 感谢大家。那 Hebe 呢？田馥甄的田签名会呢？此刻已经正式的展开，请大家从面对舞台呢左上右下。这样我要去排队，我要走哪里？那等下会叫啊！加油加油！谢谢，考上硕士的新鲜人啊，加油哈、哦！
哎，我来帮大家拍一张照好了啦，我要测记一下那个田馥甄签名会的那个盛况。小洞，小洞。啊，来，一二三，耶、yeah ！这边拍一张，一二三，耶、yeah ！右手边，一二三，耶、yeah ！田馥甄，耶、yeah ！啊，好，好，来，小心脚步哦，谢谢。哎呦，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小心哦，哈。好，你有话要说吗？什么戏剧性的展开？感觉要……啊，不要说好了。哇，你真的很会哦！谢谢。好恐怖，感觉好近，好近哦，超近。有听到吗？哎，他们的麦克风是只有我听得到，不是因为他没有对麦克风说了，他有对麦，但是因为他的扩音是在这边。他说 ：“Hebe， 你今天穿得够暖吗？我觉得太单薄了，因为什么？单薄到你的翅膀都，单薄到你的翅，仙女的翅膀都被遮住了。哦，仙女有翅膀吗？天使。”天使有翅膀，仙女是不需要翅膀的。你没有当过仙女，什么结论啊？没有啦。好啦，感谢你哦。哦，哇，我也有礼物哎，馥甄，你看，哦。刚刚给我的，我觉得歌迷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常常不只是谢谢我，也谢谢陪在身边一起的歌迷朋友们，然后还有我的工作人员，甚至连阿关，他就说很想要表达，就是每一次只要看到主持人是你，我都会很开心，也很放心，因为你真的很用心，也超级棒，真的有够喜欢你的啦，呜呜呜呜呜呜。在活动中都能感受到你在事前很用心的做了功课，你也很贴心的照顾大家，也因为这样常常在参加活动时都会在心里默默的许愿，拜托主持人是阿关，哈哈哈。总之只是想表达对你的感谢，辛苦你了，爱阿关。哦，我也爱你。哦，可爱，我起鸡皮疙瘩哎，谢谢大家，感谢感谢，你的用心都被大家看到了。哦，是你不甘甜了，大家不甘甜了。好，拍摄完毕哦。阿关好棒棒，谢谢阿关。啊、哦，谢谢谢谢，换你的。谢谢歌迷，谢谢。平常，嗯，平常都是你唱歌给我，但我想唱几句歌给你听。哎呦、啊，那你要给大家听吗？哦、好啊，好啊。那把他那个扩音扩出去啊，开大。会害羞吗？不会。好，来吧。可怜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可怜啊，可怜我得不到你的永远，可怜我心碎了不止千遍，你没感觉，这份爱怎么给断了线。这首歌吗？这是齐秦的呼唤，因为那一天上交心食堂的时候、有说喜欢这首歌，所以你是因为交心食堂所以才本来就哦走错边了啦、哦、谢谢你，人生圆满了啦，太开心可以跟你一起了、想要请我模仿喜碧夫人。所以这位同学，看起来你应该是一位老粉吧，知道喜碧夫人。好的，谢谢你来参加无人知晓的签名会，拜拜喽。喜碧夫人就是这个样子，声音自以为很知性，要死不活的，但内容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你要说什么？哦，你们都是做好了那个做足装备耶，大家厉害哦！
谢谢。来，号码牌。谢谢，感人啦。好，谢谢。叫我唱是不是？哦，他你说什么？你就跟大家说嘛。听得大家说话吗？其实这样子很不好。那他外场可以开吗？对啊，就是歌迷台上这支麦克风，外场喇叭可以开吗？谢谢。那你再说一次，对不起。没关系，就是现在还在下雨，那可以唱一下《爱我的资格》前两句吗？你觉得想要拥有爱你的资格是不是？对。前两句是什么？真的够了。真的够了。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可以再继续吗？能不能让心别再等了？能不能不要开灯？好，谢谢。有够平静的，我爱你。他好淡定哦，淡定。谢谢你帮大家争取到了这个听歌的机会跟福利，所以你们有听到吗？有哦，然后你们也那么淡定，这时候要点尖叫声啊！一二三，啊！谢谢，你们真的够了，谢谢，你好，谢谢你的歌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谢谢。好，你好，来请往前就定位，谢谢。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哦，大家都很害羞，是不是？主持人你好，我想要推荐一个跟老姜有得比的饮料店，而且它只有在花莲附近，民国店就在旁边。推荐。你有没有想要买给你，怕你不喝？我自己去买，谢谢。我有上班，有赚钱。那店名就不公布了，怕有业配。好，谢谢。我可以拿给工作人员。好。要喝。好，那哪一个是最好喝的？我喝金萱奶茶。好，金萱奶茶半糖。我礼拜五来到现在已经喝了四杯了。哎呦，好，应该是真的很好喝。你在偷看我的肚子吗？对，有一点胖。不会不会，看起来可以，多运动就好。可以 ET 解除。好 ET。哎呦，好活泼、哦。他喝了什么？对呀、啊，他喝了那金萱奶茶。就会变这样。喝了什么呢？这么嗨，可以给我来个两杯吗？就是现在你想来点儿。谢谢你哦，你好。主持人，我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不害羞的，我是七八九的九，你是一二三的三，九除以三还是三，我除了你还是你。光刺的情书。哦，嘿，有巧思哎，数学很好。主持人，我是秀登，我们要见面了。希望我们的战争会胜利。谢谢。我真的我又来了，我是上次小鹿乱撞的，但我这次不想要再撞这面墙壁了，我想要撞进你的心，可以吗？还有我，因为我觉得鹿角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我今天准备一个特别一点的东西，这个、哇塞，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花，所以我就把花戴在头上，然后希望你喜欢。喜欢吗？谢谢你。
谢谢。还有，其实我本来27号你当嘉宾那天我要去看蔡依林，但是为了要来花莲，所以我把票换掉了。没有想到傻眼猫咪，没有。然后我在家哭晕了一整个晚上，哦、因为我看到你出来，我就、好激动。可是因为我上礼拜已经看完了，对啊。所以希望你有机会能到高雄去蛋开演唱会，好，等你、有机会有机会，爱你，好，谢谢，爱你，拜拜，拜拜。好了，不要难过，你今天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到田馥甄也是 OK 的了啦，哦，真的是命运哎，对呀、命运的捉弄啊。嗨，谢谢，耶、你好。你好，菊哦。你好，配合主题顺吗？谢谢，谢谢。谢谢成熟妇女举办今天这种老派的活动。好，对，真的很老派。然后让歌迷可以这样被你自己宠爱，一起互动健康这样。没有烟消，互动健康，so good。你说我吗？心情很嗨，当然哎，来到花莲哎，就心花开。下一年爬山。来这边的目的主要不是爬山，是可以见到你们，跟你们一一的对话，跟你们相见，所以我很开心。谢谢。好幸福。对啊。你好。好，眼神看就好，好，来交流一下，谢谢你，不要害羞啦。哎呦，你还好吗？哦，雨下这么大吗？你要突破不只是口罩，还要突破安全帽，加油！我们都是坏人，没什么好说的，就你还好吗？好，慢来，没关系，不要紧张啦。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没关系，天雨路滑，骑车要小心哦，哈。好，我可以跟你这样。好，等一下，等一下，千万名，来，谢谢，耶、拜拜，好可爱哟、来，你好，我想可以跟你合唱一首《寂寞寂寞就好》吗？哎呦，喜欢老歌哦，好啊，好啊。你先开头吗？还是你好了，以你的 key 为主，以你最好听的 key 为主。我寂寞寂寞就好。哇，你这我很难跟，太低吗？就是高高低低的。高高低低。好好好，笑死！重来吗？哦，好啊。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你看是不是高高低低一个人痛痛到哇好继续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来这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借来的都该还掉哇key 好高啊，好厉害哦！我去 KTV 点你的歌唱，那有人跟你一起去吗？都是搜寻田馥甄三个字，就你的歌就刷到你的歌。谢谢你，有你的支持。上礼拜才好乐迪刚上你的无人知晓，那你有唱吗？有一个地方很难唱，哪个地方？最后比较撕心裂肺那边，撕心裂肺就是 C 段那边。那你唱唱看要不要？可声音吗？可以啊。只想可不可怜？可怜，可怜，谢谢你耶，谢谢你在 KTV 支持我，在任何地方都支持我，太可爱了，很可爱，从头到尾只唱田馥甄，叫好
刚刚真的是一个音乐的奇幻之旅。这世界上给我们最美的邂逅，还没一饱哟。哎呦，中文不错哦，他是说邂逅，不是说邂逅哈，他非常的正确读音，正确。昨天是我新婚刚满九个月，我今天带我的老婆来一起追星，婚姻平权，赞赞赞，碎碎碎，耶！老婆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九个月的心得感想。我要回去煲汤给他喝。好好哦，幸福，祝你们幸福。而且他买的是厉害的花岗山剥皮辣椒，厉害的名产。一人是现买一罐，是不是？哦，对哈，对。嘿，真的。你好，号码牌，有话想说，请说。哦，不用，好，感谢你，下一位，你好。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惊恐，因为你太美了，我被你震折住。你可以帮我收金吗？仙姑的服务包山包海哈，要收金嘛，鞋赛。他说你太漂亮了，我才不要给你。谢谢。希望傅征可以明年可以再加开演唱会，因为这一次九月的演唱会的时候，我老婆刚好待产期。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了，把票让给别人。那希望可以听到傅征唱一句金钟罩铁布衫给我女儿。我要给你个金钟罩，可是你女儿没有来啊。哒啦哒啦，哎，你们怎么没有回答？老婆，给你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哒啦哒啦，再多的风雨，什么东西啊？美丽，谢谢提词。美丽风景也不觉得害怕。谢谢，谢谢，谢谢你当爸爸，新手爸爸加油！谢谢，你好，好，用眼睛欣赏傅征的美。你好，哦呦，你好，来。这个段落，哎呦，你一定不会害羞的。哦，是哦。还没吧 ？Hebe， 我今天是我19岁生日，然后虽然你出道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是。我也是从小就开始喜欢你，然后希望今天你可以对我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谢谢。19岁生日快乐。好的， OK， 我们号码牌101号到200号，号码牌101到200的大家，现在听到了我们的广播，请准备出列集合，谢谢。你好，傅征，我把我的崇拜送给你。好，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呢，专辑每一个人上台是最多1000签4张。那另外请大家留意，我们专辑就是1张1签，好，专辑是1张1签，请不要重复签名，谢谢。我们这边有一个太阳小姐哦，很可爱。想要唱 To Hebe， 好，那你唱。这个是要，好，我要起 key 是吗？对，一起 key 是。好，我们应该更坚强的存在，我们应该阻止世界变坏，不只是科学，不只是偶像崇拜，爱，真相是爱。谢谢谢谢谢谢小太阳，谢谢太阳小姐，你好。对，我第一次见到长这么正的人在我面前，长这么正的人在我面前，然后我好紧张，然后我很喜欢你，以后会继续支持你，我爱你。谢谢。可以击掌吗？傅征，等一下，前天是我生日，你可以唱生日快乐歌给我听。祝你前天生日快乐，谢谢，我爱你，谢谢。那发电机的味道好好特别哦。你在里面过得好吗？你们看他拿掉什么啦？从哪边拿来的道具？
他竟然给我拿一个民宿的，你是不是民宿偷来的？没有，我们手要这样，你要扶着。对对，我对对。他没有电话，哎，我电话帮你拿，我帮你拿。对对对对，来哦，来。你要问我在里面过得好吗？还有阿莹，不真，你在里面过得好吗？有没有好好吃饭？有，你看我吃得饱，穿得暖。好，那就好。里面的那个有狱友都对我，大家都很友好，我也会改过向善。等你出来哦。好。要等我哦，那家里就你就好好帮，好好帮我照顾大家，好不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切断，时间到了，好了、哦。然后这种时候就要离别医，有没有这样子？不要走。对，然后那个什么李玉玉主，玉主就把我抓走。洗干搞啊，洗干搞、啊，不好意思哦，下次请早。他还从哪边拿来那个古董版的电话？厉害厉害厉害。嗨，你好，谢谢你。可以跟你合唱吗？可以。可是我要看歌词哦。可以啊。我们可以唱《无人知晓》吗？可以，你选一段，精选一下，要不然这边有点略微塞车。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怎么样？这是 tempo 在 rap 吗？看不到，嗯，要纠结。我们都是坏人们，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难以昭告世界，爱上不过有约，无人知晓，可不可怜？可怜，拜拜，又又谢你，他算是啊，很勇敢，有自己独特的 tempo 啦。嗨，你好，你要偷偷小动讲是不是？好的，请说大声点。谢谢。好，有话想说请就麦克风，谢谢。嗨，你好，顾真，我永远爱你，谢谢。顾真，你前天穿得超辣，身材超好。那个欧姐姐很喜欢你，谢谢姐姐。然后她在旁边。啊，所以你是还好是不是？就是姐姐比较喜欢你还好，还喜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太可爱了，姐姐好。希望你可以多来花莲，因为上次的上一张专辑太晚了，然后我就睡在罗东车站了。姐姐谢谢哦。嗨，你好，来专辑，谢谢，你好。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合唱冰箱吗？我先吗？好，就前面十句就好了。好，把大象放进冰箱有几个步骤，把河马放进冰箱有几个步骤，爱情放把回忆放进冰箱会不会寂寞，把爱情放进冰箱已经到了时候。酷，谢谢。可以啊，一年爱。你好，顾真，谢谢你给我有动力可以每天支持你还有喜欢你，谢谢。还可以要求你清唱一下那个小心月吗？我很喜欢。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可以吗？谢谢顾真，我爱你，谢谢耶、yeah, 谢谢你们陪我淋的雨，大家都是我最棒的小幸运。嗨，你好，谢谢你好，往前。谢谢。顾真，嗨嗨，我前天的时候有去听那个田馥甄跟蔡依林的合唱，差点讲错，真的很好听。
谢谢你，你好高腿好长。嗨，傅真，谢谢你的音乐，让我就是你到哪我就到哪，也跑了世界很多地方，谢谢你。谢谢，下一站台中见哦。嗨，你好。从2001年开始喜欢你们，然后现在以后希望以后就是还是会继续爱你们，谢谢。那个我刚刚教心祠堂的信有没有都全部看完，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巧克力工厂都倒了吗？因为你太甜了。谢谢。今天中午吃什么炒面加半熟蛋，还有那个猪血汤。你现在很饿吗？你煎完了你可以去觅食了。对，刚刚有人说附近有什么很好吃的粥，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赶快去找龙虾粥跟螃蟹粥，找个地点发给我们哈。傅真，我可以跟你 give me five 吗？然后傅真有你在，真的很让人放心。一个特殊版哦，他们自己 DIY 的，就是他自己剪贴的，好可爱哦，可以作为下一张专辑的灵感耶，很美的那一页。那个选择小洞口传话的话，真的要稍微大声一点，因为真的听不太到。好，那个洞口真的很虚化，对，很小，听不到。无条件。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恨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我记得。Yes.而且他没有叫我唱，他只问我记得吗？我就自己唱。对呀、啊，你就爱唱歌的女孩真的是。What up？ 说什么？麦克风，麦克风，好不好？什么麦克风？他上次帮你抓猫，他真的有帮我抓猫、哦。在唐老师的直播。哦。谢谢，多谢，谢。好，谢谢。来。还是尽量使用麦克风，然后这样可以传达最清楚。谢谢大家。谢谢傅真来台东啊、来花莲照顾我们东部的歌迷。耶、如果有来台东的话，欢迎来我们家喝茶，天天欢迎你，叫天奶茶园。谢谢。谢谢。睫毛好漂亮。谢谢你。想跟傅真唱《讽刺的情书》A 段副歌。好准确的一件事啊，非常的精准啊，我们来唱呗。我执迷的、渴求的。爱绽放的烟火，我熄灭了，冷却了，是否我还不够虔诚，让一个人活着的是不自知的温柔。那糖果盒子打开以后，唯一一阵像是你不属于我。谢谢，你很精准，专业啊。没事没事，当作没看到，当作没看到。谢谢。哦，听不到。
除了温柔。花莲酒厂有好喝好喝的酒可以，那个可以饮用，我会好好招待你的。然后想要可以请你唱《远方》吗？那个最后一句就可以了。好好好，最后一句是什么？风沙星辰永远相伴。风沙星辰永远相伴。谢谢，谢谢，谢谢，你好。嗨，哎，这个part大家都很害羞，都是用那个肢体语言来互动哈，谢谢。好，来号码牌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哦，这段是眼神交流啦，肢体交流，一切尽在不言中。对对对。我刚才跟动讲过。啊？动讲过。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啊，你怎么没有回应我？哎，你哪来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好哦，真的是他看到田馥甄都神魂颠倒了啦。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嘛，因为你的名字已经刻在我的心底了。想听你唱两句，对，刻在我心底。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谢谢。希望馥甄有空的话，可以跟那个 YouTuber 哎，你这周要干嘛合作？谢谢。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中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KFM。有，就是竹筒，他问我说昨天吃竹筒饭的时候有没有敲石头，我有，我狂敲不已，对，但很烫。然后就有点握不紧，后来就请小廖帮我敲。敲到那个饭粒飞到脸上。哦，那你很饥饿哈。一种吃奶的力气。快点吃饭，拜拜。所以大家是上来跟他们分享，跟 Hebe 分享他们也吃那个原住民竹筒饭的过程啦。比手画脚。他要比手画脚。几个字？5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五，第二个字二，我爱你，我也爱你，耶、yeah! 欸！中招哦，小坏坏。对他刚有个什么小橘宝宝啦，好，我们会看哈、哦，谢谢。嗨，你好。包包给我，我直接从那边不行吗？我后面，好快啊！如果大家真的有话想跟馥甄说，但是不想透过麦克风的话，真的你要稍微大声一点，然后记得对准洞口哈、哦，谢谢，不然真的是真的听不到哦，是真的听不到。不喜欢太常见面。
傅征，我可以跟你合唱《小幸运》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谢谢你，谢谢，谢谢可爱的小幸运。哎，小姐，我想要跟你买一张单程车票。单程车票去哪里的单程车票呢？去你心里的单程车票。好的，一去不复返单程票卖给你。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很娇羞，说啊，讨厌讨厌。但我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听着太多次了。这才是傅征，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老梗。好，一定要我们很好。然后就是。我用傅征五张专辑的歌跟我知道的单曲跟独唱曲写了一篇文章，就不会在这边念出来吧？不会不会，因为有点长。嗯，对，我就这样想。对啊，就是你就随便看看就好了。不要，我要认真看。你认真写的，我要认真看。谢谢。嗯，谢谢。谢谢，应该花了很多心思哦。傅征回家慢慢看，仔细看。对，专辑记得领哦。谢谢大家。谢谢，哎，专辑记得领哦。对，谢谢。哎呦，傅征赞赞赞，棒棒棒！谢谢。哇、哦，好多毛小孩哦，好可爱哦。20岁生日的他要生日快乐，谢谢。好 ，OK， 那我们这个现场也呼唤一下，号码牌是201号到300号，号码牌201号到300号，来听到了我们的呼唤，请准备也移动你的脚步，面对舞台左手边带着号码牌，带着未签名专辑，请依序的准备排队上台。那大家记得哈、哦，专辑一张一签，一张一签，不重复签名，那一个人最多呢限签4张。上台时请把专辑先交给工作人员，号码牌呢？在领回专辑时呢，缴回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谢谢。好。我想要用前傅征三个名词的第一个开头帮你造一个句，可以帮我喊那个前三个字吗？就是前傅征。甜，甜在我心；富，富在我身。好恐怖、哦！又中邪了。真，真的爱你。谢谢。这样好惊险啊！所以以后就说田馥甄，富在我身。好可怕、哦。你要不要用麦克风？介意吗？有点冷。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听，因为要不然我听不清楚。你知道肚子饿要打什么针吗？打腹针吗？填腹针，填哦哦，填饱腹部的针。谢谢。难怪他不要用麦克风，因为他觉得真的很冷，就对了。他也是蛮懂得保护自己，免得下去大家饥寒交迫。嗨，你好。
来后面收礼物，后面收信，收信。哎，麦克风好不好？麦克风麻烦。想请教傅真的时候会在演舞台剧，想要再看傅真演舞台剧。好啊，慢慢想哈。有志者事竟成，有心有愿就会实现。怎么这样子？我弄得到麦克风吗？我弄得到麦克风。哦，他介绍我去三度空间海洋公园那边。好，谢谢。他们会调，谢谢你让我找到我想做的事，然后还可以遇到名士，相遇，谢谢。那你好，你好。那想，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迟到的，可以请你。哎，就是可以帮我录一段叫我起床的声音吗？谢谢。自己起床靠自己哈，我也是都靠自己，还有小鱼。最近失恋，你可以唱《爱着爱着就有人疗愈》吗？好可怜哦。我们在寂寞中靠近，拥抱中痊愈，却不敢轻易说爱情。有些人，他失恋，他叫我唱这首。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有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希望有疗愈到你，然后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你会遇到更好的爱情，好吗？谢谢、啊、祝福你可以爱着爱着就永远。好，谢谢。然后我最近也在环岛，你可以跟我说加油吗？加油。 Hello 小东西，最近辛苦了。小东西爱你。谢谢大家，都辛苦了。有一个那个酒令加小东西，傅真可以唱一下《影子的影子》吗？因为我去过蛮多次演唱会，都没有，就是听到这首歌的现场。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有一天，这两个影子决定分手。我们都，哎，我忘记怎么唱了。哈，我们都哭了，哭了。可是我们的影子没有。谁啊？分手，我们都哭了。田馥甄在疯狂想词中。好好好好好好，下次再送给你了。丢脸哦，因为这个歌太少唱了啦，就是一时啊，一时就忘了啊。但有了有了，你好。很喜欢你很久了，我今天想跟你求个名牌，当我往后余生的幸运数字。哦，一个数字吗？对，就是几到几？一到一百。一到一百。一到一百。一到一千。一到一百，零三好不好？好。三号，三号，三号。开心见到你，然后你唱歌很好听，会一直喜欢你。我要考研究所，可以请你帮我加油。加油。Hello， 我也是牡羊座，然后可以一起合唱，祝我们明年生日快乐吗？好。要唱什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歌，合唱生日快乐歌哦。嗯。哦，好。没有、啊。一段就好。看你啊。好，那一段就好。好。好。一二三。祝我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意思，谢谢，生日快乐哦。好，拜拜，拜拜，很提早，谢谢你哦。明年啊，牡羊座，现在就好，专辑。
提前要祝福啦。好。傅征，那个你这张专辑啊，实在很好听，所以我决定，那个背景音乐可以先关掉吗？好，OK。现在来颁发第无人知晓界最佳女歌手奖，得奖的是田馥甄。有讲座，然后这个是菜单吗？菜单哦，菜单哦 ，TB is 啊，好用心哦，真的很用心。它是什么套？它是 Heber is 哦 ，Heber is 套餐品名。然后你看这边、还有很可爱，然后还有 logo。无人知晓，那都帮你设计好了、欸。对，就是歌名这样子。哇！然后发票永远不会送达，有缘就会收到。然后说这是老庄思想。然后日期是2020年3月30日，外送服务员田馥甄，取餐时间3:30，送达时间3:30，餐厅0330-917-917。然后餐点份数5份，餐点金额无人知晓，外送费或是一首歌，外送总金额皆可。然后请金曲奖务必颁奖给此优秀女歌手，还有统编哎、欸，统编真的是那个统编哎、欸，越来越好统编，谢谢你们哦，好用心哦，谢谢你们的支持，被你们认可是最幸福的事，谢谢。好，感谢我们的 Heber East 的外送员，赶快去上工了哈！上工，谢谢，好用心哦，真的，还设计那个菜单，还有讲座，对啊，超可爱的，太厉害了，太有才了。好，给5颗星的评价啦，记得给点小费啦。好，你好，傅甄，啊，我很喜欢你，然后我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儿子，今年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辩论比赛，我可不可以让你为他加油？没问题，可以参加辩论比赛，实在是有点厉害。他是自叫做 Tournament of Champions，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妈妈啊，他啊是啊今年要参加这个很难进入的一个比赛，好厉害哦！啊、我相信他可以的。他名字叫做 Jared， J A R E D， Jared。Jared， 祝你辩论赛很顺利。嗯，谢谢。儿子没来是吧？哦，隔空，好，希望儿子一切顺利哈，加油！谢谢。刚刚是一个骄傲的妈妈啦。好，你好，馥甄你好。其实我是帮一个陌生人代签的，因为他刚刚太紧张了，然后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上来，这样的。谢谢。所以那个人在哪里啊？你要记得把专辑给他哦，就是很担心，你知道这种有时候会那个面交会碰不到人。不过感谢你啦，热情的粉丝。平常也是我在这个台子里面发药给病人，然后今天角色互换，求治愈，我觉得很可爱这个状况。然后我想说，这个世界因为你的音乐而美好，然后你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状况、现象、人事物，然后不药而愈。谢谢。谢谢，你好。嗨，馥甄，可以听你唱一段《替我爱你》吗？替我爱你，我自己唱啊。哦，替我爱你，就让他替我陪你热闹或孤寂。真的是有求必应，听你说他很细心，善解人意，他真的比我更适合你。不客气。好 ，OK， 我们 Hebe 诊疗室那个上半场的那个看诊名单，现在先休息一下。好，
让这个 Hebe 先稍微休息一下，再喝个水，喝个水。等一下呢，我们这个继续回来进行下半场的咨询时间。好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这边依旧在进行整队，对不对？刚刚是叫到300号之前，300号之前的大家，如果你这个手上号码牌还没有签到名的，那么就请移动脚步呢，面对舞台的左手方，来加入排队等待的动线。好，那对对对，你们都有那个自备小凳子、小椅子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OK， 好，我们刚刚这个上半场很顺利的结束了哈。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有话想说的话，建议是使用麦克风，全场都能够听得很清楚，包括 Hebe 在内。那如果你真的很害羞，想说这个私密的话语，希望能够呢只说给 Hebe 听的话呢，就请你要务必嘴巴靠近我们这个隔板小洞，而且尽量要大声，要大声，因为那个洞的那个传递效果真的蛮有限的，所以你真的要大声一点点哦，哈。好 ，OK， 然后呢，等一下上台的时候呢，先把专辑交给工作人员，第一关，第二关移动到中间，就麦克风或小洞去传达你的讯息，最后呢，离开前手上的号码牌交回，并且领回已经签名的专辑，确认张数无误，离开我们的签名会现场。好 ，OK， 那个音乐可以稍微对播一点点，好，我也是可以，大家听一下歌，谢谢。诊疗室也就绪了，来，马上呢，下半场看诊时间再度启动。好，来，请仙姑就坐，大家请，歌迷请，你好，好，来，专辑先交出来，哈，第一关，那你这边稍微稍后一下下，好，谢谢。我想问是，我今天第一次来签名会，但我今天有点不太想来，因为明天是星期一。明天星期一，我怕明天肉灵魂上班，肉身却在死在床上。想问这个负能量怎么解？负能量就是现在给我一个 give me five 就可以解。谢谢，我的爱你，爱你。可以听唱那个我可能不敢爱你啊？可以唱我可能不敢爱你。这什么歌啊？我想我不会爱你。我想我不会爱你哦。我想我不会爱你，这样下去，渺小的自尊都快要抛弃。我想我这样，莉莉拉，你有比较觉得比较好吗？我想我不会恨你。想的痕迹住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这首歌好像蛮需要 band 的哈，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好，谢谢你。可以听那个热带雨林吗？嗯，真的是哈，好。月色摇晃树影，我人好好哦，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不客气，不客气。你这个点唱机真的很棒哎，不用投钱就会自动运作。对啊。哦，而且都不需要换电池。你好。真的辛苦了，欢迎来东部。
办签名会，有机会希望可以来宜兰玩。好，虽然好山好水好无聊，但是爬山是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今天是来还愿的。还愿的。对，因为上次经过你的祈福，有机会就是通过考试，虽然是小考试。嗯，但因为你是幸运，是你自己的实力。哦，好，那是我的加持，对我好棒，耶、yeah, ，棒棒棒，是是是，赞赞赞，继续加油。好，这位粉丝邀请傅真来宜兰玩了、啊，说虽然好山好水好无聊，但爬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另外也感谢 Hebe 的加持，让他呢通过了一个考试。他坚持是 Hebe 的气场太强，怎样？口罩戴起来，好，你好，弟弟好，要说什么？可以大声一点吗？弟弟，嗯，他不敢。他说阿姨，阿姨好漂亮，没错啊，你好漂亮，这样子。他从小都懂得追寻美啦。阿姨你好，好的，又接收到了来台欢迎来台东玩的邀约。这来探监。好近哦，妈，你的怎么那么清晰？最后一句是什么？很清晰吗？对啊，我的那个。你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有什么？你的最后一句。把你的手在休息，什么东西一两句啊，等你啊，或是一首歌的拍摄现场他有去看，然后他都可以 听一两句，最后两句是不是他要听你唱一两句啊，是吧？对对对，或是一首歌的一两句，请你，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或是一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谢谢。刚刚你是被那个李宗盛大哥附身是不是？耶、他说他今天看到小鱼，觉得小鱼很漂亮，但他不知道他自己也很漂亮。好像没有，嗯、好像没有。他也没有学生不能说。什么？没有吗？他要考，他要研究所祝你考上研究所顺利顺利。嗯。好，谢谢。请问？好清晰哦。爱心。那这个呢？戳爱心哦。他刚刚问这个是什么？我看不懂，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朋友跟我说，这是为你跳动的心。哦，不错哦，我要学起来，这个我喜欢，这我喜欢，我现在是要这样拔人。谢谢小鱼，这是什么？他不理我。小爱心不定的来回，是为你跳动的心。刚刚粉丝的梗，第二。谢谢。我可以跟你合唱 intro 吗？好，那合唱 intro， 各位注意了。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谢谢。哎呦，我想要问，就是你的尾音的抖音都怎么收？想要学，想要学哦，那是哪一首的哪一个的尾音啊？因为我每个尾音都不一样哦。底里歇斯，哎呦，底里歇斯哦，对啊，你就是用一种底里歇斯、歇斯底里的心情唱，就是没有想要收，可是却又不得不收，然后又不甘于收的那种感觉。放头腔吗？他问好专业，是放什么头腔还是喉腔？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专业的人，我就凭感觉唱。嗯，好好，谢谢。好，不好意思，就有答等于没答。哎、欸，你好专业，你在学唱歌哦。哦。中部
跟我是学不到唱歌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唱。南部 FM 90.1，发哥很认真想学习一些技巧。宜兰，哎，你好。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FM。谢谢，好久不见，大家好。从新竹来的，然后希望能早一天等到你回家乡办活动。好，再见，再见。谢谢。我们家放哪里？嗯。这样到家台北场的时候，我花了太多钱去看演唱会了，所以我上礼拜呢去台东打了一个比赛，有赚到了钱。打什么？羽球。厉害哦，对，赚到了钱，所以我很期待你台高雄场的演唱会，我有钱可以去看的。他说之前看台北场花了很多钱，经费燃烧殆尽，但呢上周去打了一个羽球比赛，有赚到了奖金，会存起来准备前进田馥甄高雄场的演唱会，那个还有钱呢。你好，你好，这次演唱会有找一个新朋友一起去，然后他就演唱会很激动，跟我说怎么现场这么好听，我说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然后我想告诉你说，就是在这么辛苦的2020年，就是很开心可以等到你的新专辑，然后也可以去看到你的演唱会，然后更开心可以来就是签名会，然后我想要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小幸运，我想要把他们都一一收藏。那好，谢谢。谢谢，这也是我的小幸运。我也觉得今年很不容易，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那么多，希望明年会更美好。会的，会的。谢谢你，谢谢。看，用麦克风讲，好好的讲，不是啊？大家都很清爽。没事没事。比较辛苦，长期听到。馥甄你好，那个戴 Ella 秀口罩的朋友，爱你爱到底里歇斯，他把我们从台北抓来，下礼拜我们还要去台中看你。谢谢。馥甄你好，那我朋友叫信甄，他超级喜欢你，他等一下你就是他的小幸运，他等一下为你献唱一首。准备。馥甄，我是你的先知。看着。因为我知道你在吃什么，
都不认识，痴痴的看着我。好啦好啦，感谢你们这个迪里歇斯笑哈哈团，下周台中见齁。身体最近天气比较冷一点，谢谢。好可爱哦大家，谢谢你的歌，可以跟你唱或是一首歌前面吗？好，那你先起头。好，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自言自语。请他入境。谢谢。害羞哈，害羞还有这样勇气可嘉。我可以跟你 give me。他也看到他。好，好 give me five。谢谢。啊，他直接看到他。嗨，你好。他就跟你两个人就认识视讯的聊天，对，类似那种视讯，就两个嘛，然后。哈喽傅真，谢谢你来花莲，然后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场签名会，就是献给你的，谢谢你的第一次，很感动。傅真，我想要唱歌。好，请。我把我的思念送给你，我是一首歌，陪你走进森林里，希望明年 SHE 20周年的作品不会无人知晓，再是无人知晓。谢谢。只是看着行人一步一步经过身边，只是看着，像不被在乎的看着，不想要说话。若是愿意再枯萎也是甜，若无缘藏爱在心田，尘世崩断还是念，回首一瞬间，终可谁应陪你走后每一天。明明写在专辑里，他是男生气了，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甜的这首歌，然后我希望点歌你唱，翻滚一滚的，不好意思，有点紧张。是无可救药的第一段到眼冒金星，真的是哈、第一段甜的第一段什么？那音乐可以关一下吗？这个甜甜怎么唱？翻过玉米田，转过一面大丰收的玉米田，垂直降落翻滚一次，头昏眼里冒金星，金米秀出的距离，用力打造跳庙会，真的很考验人。红点哦，好，红点哦，谢谢，好，谢谢。那个 Hello Hebe， 然后我们两个是从桃园过来的，然后我也因为今年演唱会，然后也变成你的粉丝。那你的歌就让我们两个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听。然后我想跟你说，你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我希望你记得有一位女孩，她叫小君，然后她已经喜欢你十几年了。那我也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陪着她一辈子。对，好。她跟奶奶干嘛？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大家一样哦，谢谢。这个男生是陪湘君一起来的啦，然后说希望说可以跟着 Hebe 一起陪湘君一辈子，哈，是一个爱的告白。他不接。谢谢。一直通话。谢谢。好，期待高雄场，谢谢。我这三天跟你绕了台湾一圈，然后我有一句话再跟你说，我看你的演唱会 is feel damn good， 期待40岁的惊喜。傅真，就希望你放假的时候可以多来花莲玩。对，然后真的很喜欢你的歌，谢谢。
谢谢。不真，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着我。谢谢。天天想念，一一想念，天天思念。谢谢。谢谢大家真挚的感情哦。不真，当你的歌迷真的很幸福，然后也祝福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对，然后跟你一样会忙到年底，就是可能之后活动比较没办法去，然后也想要你跟我说一声加油，加油。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大家都继续加油哈、哦！你就关掉一下嘛。好累，我要这样，这样。不要压。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搬在花莲，然后让我有正当理由来这。然后我原本以为来这里会很就是很狼狈，因为从新竹过来。然后我妹帮我订了一个民宿，从对面马路快就到了。然后我刚来领完号码牌，然后回去看电视，然后时间到了。啊，到到对啊。会不会打？这么爽，这么方便。你妹订民宿订得很棒。对，她真的超棒。好，谢谢。富真你好，我在板桥高铁车站上班，可是你叶丹城演唱会那一天我必须要在月台执勤，所以这边先祝你演出顺利，谢谢你。富真你跟九零唱的歌再好，小东西我爱你。好 ，OK， 我们也提醒一下号码牌400号之前的大家，400号之前的大家，请准备出列排队，谢谢。好的，号码牌在400号之前的听到了呼唤，请准备到面对舞台的左手方来寻找队伍排末，加入排队等待行列当中。考试谢谢，考试顺利哦。傅真武安你好，我是林口长庚的医师，那平常我治疗病人，那也平常需要靠你来治疗哦，可不可以求你不要退休呢？那你的歌迷真的很幸福，你是我心中的 A 咖。新专辑很好听，我爱你，谢谢傅真。好。Hello， 傅真，18年前在花莲的光南，我还是国中生的时候。我参加 SH 签唱会认识了你，然后谢谢你多年之后又来花莲，花常常来。还有就是我唱歌不好听，我今天也没有要就是丢自己丢脸这样，想跟你分享，在家里唱你的歌的时候，我爸妈都露出就是闭嘴巴的表情，哦，纯粹是我个人问题。那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出一首客家歌曲，然后打进长辈圈，谢谢。谢谢。可以跟你合唱一小段生日吗？好，那你要先唱吗？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谢谢，谢谢。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来宜兰 FM 97.1，我想要中山，如果我接下来说的话可以逗你笑的话，可以帮我签说明交通吗？东台湾广播电台，那我可以直接送过去。你知道为什么到花莲一定要买明茶马吉？为什么？因为 I love you so much。需要这一个笑话吗？不然我要笑台了。有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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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对，那我可以再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就是你可以，先知歌词里面你最喜欢、最有感觉的是什么？可以清唱几句就好了。没，他整首的歌词都有起承转合，都很重要，没有哪一句是最那个。那我可以给你5句，你就唱那5句就好。好，你早说。嗯。我给你灵魂伴侣提词。好，谢谢。So sweet。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抖得好。
哦，对对对对，好陡啊！来一边，前面阿雾那边开始。阿雾哪一边啊？我忽然哭了，忘了，怕了，疯了，对起你的世界，我清楚一切，除了你的爱呢？ Yes, you know about it, I do know about it。这哪里有阿雾啊？我没有哎、欸，怎么办？阿雾，好，这样就有了。好、啊，谢谢，谢谢你，不要紧张啦，刚刚手抖得好厉害哦，好，表现很棒，谢谢。嗨，你好。耶、yeah. ！好，我的心脏有点痛。福珍你好，我后天要去当兵了，最后来看看你。等你来办签唱会已经等了9年了，然后你才出现。然后我在今年的时候，我考上了正式的特教老师，然后所以我现在在花莲的丰滨国小那边服务。然后所以就是很推荐附赠到丰滨那一段玩，因为丰滨真的很美。丰滨在长滨，就是长滨在上面，就是花莲，属于花莲，然后就从台十一线海岸线过去，一路都是海岸，对，就很美，所以就是希望附赠可以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今年的演唱会啊，或者你办的时间非常的就是没有很好，就是要补班，要补班。然后所以我就是9月26号的时候，就是我还请了补休，然后就是刚好没课，然后就请补休，然后跑上去。然后可是因为我隔天我原本的学校有百年校庆，所以我就是还没有听完，听到傅征你唱那个替我爱你的时候，我就离开了。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就是下一次的演唱会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对，希望我们有缘可以让你看完整的演唱会。 对，然后就是傅征我爱你，谢谢老师，太可爱了啦，对啊，谢谢。傅征，我想跟你道歉，就是在去年的那个高雄旗津春娜的时候，然后你就问说，哎、欸，有没有高雄本地？然后我就举手，结果你后面说高雄本地旗津的朋友，但我手还是举着，然后你就看到我，然后就哦有哎、欸，可是全场都没有人举，啊，其实我只是高雄人而已。不会啊，干嘛道歉？就是这样子有点，就我欺骗了你。不会啦，那一秒觉得比较没那么尴尬，也是还不错。谢谢你踊跃举手。谢谢高雄的朋友哈、哦，好，谢谢。那剩下的我陪你看。
你好，我想要谢谢你办签名会，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你。然后我想要说，傅征我爱你，我爱 Hebe。谢谢。傅征，我想问你，目前爬过这么多山，你最喜欢或是最印象深刻是哪一座？为什么？印象最深刻，最近应该就是那个 Selina 生日的时候，我们去的玉山前锋，对，风景很美，而且跟自己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情是很开心的。田螺，可以跟你击掌一下吗？好，我最近要准备考试，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加油，加油，谢谢。谢谢交大田馥甄，馥甄，你还是可以当馥甄吗？两个礼拜前生日，你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想要买威力彩啊。可以帮我选六个号码，六个号码，03 30 06 18 10 31。好，他要买威力彩啊，有中要不要分我？若是缘在苦。想要听我唱宇宙小姐，你又不是宇宙小姐，何必非要三头六臂，我也不是世界小姐，丑点笨点也没关系。哎呀，好奇怪哦。哎呀，我人真的是在在的证明我人很好啊。不然下次加场可以不要加在礼拜一吗？不然我们都要翘课。你说什么？下次加场可以不要加在礼拜一吗？不然我跟我同学都要翘课去看。那要加在礼拜几？礼拜二就可以了，谢谢。好，歌迷真的很任性哎。好啦，各种要求我们都会聆听哈，评估。嗨，傅征，我为了你，就是把我宜兰的大学最好朋友拖来，然后想要听你唱一首《虚荣》，因为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希望他可以当自己的虚荣。那我可以听《虚荣》，为何不做自己，只收沉淀的虚荣？谢谢。好，祝你朋友尴尬。赞赞赞。OK， 那我想要那个击掌版的《Give Back》。好。好耶、yeah, ！谢谢，感谢所有的 hero 们哦。有声音，有声音。就是恭喜五专二学，安产。然后只要是你生的孩子，我都会喜欢的。好。谢谢，因为我之前都是从在东南来花莲的时候就来过，然后就觉得谢谢你们这么辛苦，在什么当红的状况下来花莲的，谢谢谢谢。傅征你好，我是来自台北，知道我是谁？知道。然后我看了你的五连拍啊，我是321，看你拍六个是不是？对，不一定。
不知道没关系啦，我这边会有先到时候你再看就好了。好。没关系，你不知道没关系。然后珍惜幸福，就会感觉幸福。中台湾广播电台可以赖着不走吗？然后对，然后宜兰 FM， 中山花莲台中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FM。哎，谁呀？这个人是谁？哎。再次生蚝的温生蚝来了，还有郭子乾郭哥，你们会在这里啊？哎、欸，有麦克风，有麦克风，谢谢你们，怎么那么巧？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前就在这边，就在这边部署了。还有连云海也来了，超前部署。哇塞！哎呦，而且这是他们穿越了。你们平常是穿这种古装啊？古装吗？哦。新蒙衣啊，南北乡音啊，系啊，我会讲哈。当叫我看到眼哦，就发连看到眼爱当欢喜啊。大家好，谢谢，谢谢你们来支持。新蒙衣都要来祭旗，祭旗。新蒙衣丢嘞，他真的很会讲嘞。我们在讲客家话啦，因为他们在拍客家剧，对不对？哦，就是在这个场景吗？谢谢你们过来，哎，谢谢。有扰乱到我们收音了。哦，我们刚刚扰乱收音了，不好意思。花莲好山好水，在这边拍戏应该很开心。嗯。我们谢谢。祝你们拍戏都很顺利。顺利。那我们拍张照吗？还有粉丝。快点，不要耽误人家。太可爱了啦！那个郭哥、生蚝还有余涵他们在那个文创园区拍一个客家戏，所以刚刚就跟这个客家姑娘 Hebe 呢流利的以客语对谈。谢谢剧组特别前来探班，而且是真的自己掏腰包支持 Hebe 的《无人知》小专辑哦，也请大家支持这一部戏剧。等一下让郭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会杀青啊，郭哥，什么时候会杀青？你们哎，怎样？哎，郭哥在追星是不是？郭哥怎么这样？郭子乾，你还自拍？你自肥哦？怎样？你要说什么？是 A 周啊！我上个礼拜遇到 Ella， 这个礼拜遇到 Hebe， 我真的是很好运的，对不对？Selina， 啊，你都不会多了。我再邀请你来唱主题曲好了。谢谢郭哥。对，导演在吹了吗？好，谢谢。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了，谢谢可爱的郭哥，谢谢温生豪，还有林云海，以及我们的剧组工作人员，辛苦了。拍完我们大家一起支持一下，对对 对, 对, 对，他们刚刚就很可爱说，哎、欸，我们在里面拍，然后很怕我们外面有噪音啦，但 OK 啦。我们今天的、那个这个叫什么问诊时间已经 结束了、嗯、然后谢谢大家，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啊，没有啦，他们是插队的啦，你不要自己下班呢、欸，还没啦，对不起，还没啦，好，我坐回去。哦、OK， 继续问事啊、哦！我想说奇怪，他要去哪里呀、啊？还没啦，对不起。我以为他们是压轴，是不是？误会了。好、哦啊、不好意思。好、哦，各位，我们的诊疗师一时那个出神了啊，请继续上来哈、哦。看诊依旧持续中，笑死。好，哎，有麦克风哈、哦，这边哎，我们要不要？对。好，有话想说就是这样说，太奇妙了。嗨，谢谢。刚刚也太勾追了吧，很乌龙哦。想说，哎、欸，天不这边给到。哦，不过傅真刚很会讲客语耶，他讲得很好耶，厉害。好。弟弟，我要跟你讲，因为我朋友他去爬雪山，
然后他没有抽到三屋，只能单公，所以没办法来，所以他拜托我来过来，请你请仙女签名。他说下次他一定会带着你的专辑在宫顶一次预赛。然后还有我跟你说，他运气很好，抽排云山庄抽一次就中，他想要把这个好运分给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好，稍等一下专辑哈，稍等一下专辑，谢谢。害羞，所以派我来上来。你可以帮我跟他挥个手吗？哦，男友啦，男友啦。拿两台。哦，拿两台左右开工的。好，谢谢你。对了，因为我有看你两场演唱会，所以我想要听，就是都没有听过《身体都知道》，听你唱。身体都知道。哦，他暗示我。哎呦！什么东西啊？哎呀哎呀！你唱啊，你唱。提一下，再提示一下。唱。谁会唱？哎，谁会唱？我会唱。好好，没事啊。大家不要互相为难，好不好？谢谢。这彼此折磨没什么意思啊，身体都不舒服了。好，谢谢。这个我明年要口试跟考消防员，可以帮我加油吗？加油！这个我朋友听了田这首歌说就是我的歌，因为我曾经骑车摔到玉米田过，也是翻滚了一圈。然后我台北场也有去，因为我们赶那个艾拉秀没有签到，所以我就是还带了我朋友的遗憾一起回花莲。哦，花莲大推红雨蛋糕。木真，我很喜欢你，好漂亮哦。木真，我爱你，可以开台子。谢谢。好开心你又来，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们是奇幻旅程。然后是在隔壁的那个停车场，嗯，你好漂亮啊！谢谢。那个就是我祖川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人什么最麻烦的》，可以请你清唱一两句吗？笑着笑着怎么就哭了，太尽心比爱更还折腾，不清楚到底什么缘故。他就歌词写在这边。麻烦到底，矛盾到底，烦恼到底，呜呜呜呜呜呜呜，人什么的最麻烦了。谢谢，谢谢。我下个月11号生日。我的小孩下个月也11号生日，可以祝我们生日快乐吗？祝你们都生日快乐。然后你可以唱给小孩给他听吗？给小孩，他现在听得到吗？他没办法，因为他才1岁，他不能戴口罩了。谢谢。不知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5岁的 Selina 跟5个 Selina， 你会选哪一首？5岁的 Selina， 5个 Selina， 一个就好啦。所以不选5个哎、欸？为什么5个不行？太多了吧？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啊，5个会很吵哎、欸，而且伙食会有点多，一个就好了。那嘉华呢？
嘉华也是一个，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唯一啊。对，谢谢你，好特别哦，好好问题。5岁。好，谢谢，我们继续叫号哈。哎，500号之前，让你放松一下。好的，来，我表演默剧。500号之前的粉丝朋友们，谢谢，请麻烦准备出列，面对舞台左手边，我们来加入排队的动线，谢谢。可以推荐一下昨天的原住民料理。泰鲁格族原住民料理叫做什么啊？什么巴？你们可以搜寻一下道地的泰鲁格族料理，关键字道地泰鲁格族料理什么巴的，就是傅真昨天去吃的。好，好，谢谢。傅真你好，我是 Jenny。今天真的见到你，就是陪我的朋友一起来。那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能很开心，然后也很快乐，然后大家都很幸福。谢谢，谢谢，谢谢来自粉丝最真诚的祝福。你好，想跟傅真说，就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可能很多人事物都会变化，可是就是音乐给人的力量还是一样不变的。那希望未来可以听到傅真你更多的音乐作品，带给我们大家力量。谢谢，谢谢傅真你好。傅真你好，我们上次见面是在2004年的奇幻旅程，然后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很开心你可以来花莲办签名会。谢谢。傅真你真是看起来太 delicious， 让人很歇斯底里。傅真你好，想跟你告个白，真的超级爱你，然后可以跟你合唱或是一首歌的副歌吗？OK。春天的忧愁是拼命挥洒好世界的尽头，是悲伤和快乐相同，我无处可躲，藏在影子背后，任凭时光流走，没有人对我说，除了温柔的晚风。谢谢，谢谢。Key 比较啊，对，但很有勇气啦。好，你好。傅真你好，12月的时候你会去台南的那个市政府唱歌，然后我也会去。然后因为你说你喜欢喝那个珍珠丹的黑糖珍珠鲜奶，然后我要跟你讲另外一间也很好喝，在台只有在台南有而已。然后要跟你说谢谢你，就是带我，因为我没有来过花莲，然后就因为要来签名会，所以我就来到花莲，第一次来花莲这样。然后昨天就载了3个人，11点开车开到这边，然后7点才到这样。感谢粉丝热情推荐台南的那个好喝的手摇饮店，谢谢。傅真，你还记得你有一首歌叫《看淡》吗？记得。你可以唱一首歌吗？拜托。看淡了绝望才不浓，无奈才不能清澈。下一段。风起和云涌，在幸福的几分钟，一分钟，两分，几分，一秒钟。好，没有关系，他不介意，就是一分钟。好，没关系，有点无奈，谢谢你饶了我。不管是一秒钟、几分钟还是一分钟，都听到了。傅真你好，我有一个很贴心的朋友，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张很贴心的卡片，而且很有重量。那他想说
圣诞节快到，祝你圣诞快乐。然后他很爱你，辛苦你了。那可不可以麻烦您，就是他叫做婉瑶，可以请你，可以，我想请你跟他说一声，就是请他起床跟提醒他接电话，可以吗？例如说，手机来了，电话来了，或者是起床了。自己努力啦！好好好。对啊，起床就不起床，你接电话怎么搞的？好，你可以让人家这样。所以我要谢谢你，给你买你专辑的发票，赚了200块。哎、欸，小幸运呢、欸？刚刚最可爱的粉丝说，他因为买田馥甄的专辑，所以发票中了200块。耶、yeah! ！你今年生了双胞胎，我今年买了一栋房子，我们都走在梦想的道路上，我们都很棒。哇，他买房子了，好羡慕啊！祝你会考加油！好，大家考试顺利。